二十，监净信菩萨摩诃萨问地藏菩萨言：云何开示求向大乘进取方便？那么在这个上一卷呢，告诉我们，如果想学地藏占刹法门的，应该用占刹轮之后占刹。那个我们前头讲，我跟大家讲过啊，那不是算命批八字。那个占刹轮用占刹相法的，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我们修道的时候，这是在禅宗说明心见性。我们要想达到明心见性，明白自己的心性，不是那么上来就可以一直就一修就明心见性了，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在我们中国以前一些教义，禅宗说呀，禅门一炷香，顿超直入，立正菩提，说得非常容易简单，但这是做不到的呀。地藏菩萨教我们说，你要想明心想见相，也得先知道善恶业报。如果你连你自己过去的善恶业报都不知道，你业在何处，什么业重，业本没有的，因境有，因为那个应幼体了，就叫受报了。有个幼体必带着因果报应，因果报应去就是十四三四无量生来的。说在散半步啊，你用占刹相法，用磕头礼拜拜忏，用占刹轮，目的就为你下半部的休息，不是那么一坐的禅门一炷香，顿超直入，立正菩提，就是在我们中国那时候全部的都是这个样子。在地藏菩萨教授们，你先得把善恶业忏完了，这个功夫都得用三年呢。咱上半部讲了，用三年的时间拜忏，要立根的呢，他拜清净了，清净就开始修行了。对，学会了占刹忏法，拜刹忏清净了，这才说趋向大乘。对，尔时就在上卷被占刹忏法的时候，三业清净，得到清净相了。说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修行呢？所以监净信菩萨问地藏菩萨，这个时候求向大乘的人，对，咱们就简单说吧，求向这个明心见性的了，对，怎么样修行？说我们是顿根啊，已经修忏悔，把障碍都除掉了，得了三业清净了，这时候可以趋向大乘道。在你修大乘道法的时候，那事先也得有个方便善巧啊。对，如何行这个方便善巧呢？所以地藏菩萨就跟那个监净信菩萨说，善男子，就是这个善男子是指着监净信菩萨说的，说这个时候众生相修大乘，大乘法行菩萨道成佛，那你应该先知道的根本之业，
根本之意就是你最起码开始修行的方便。那么神是什么是根本之业呢？一时境界，咱把一时境界就说了，明心见性吧。在《大放广文化经》就是体，是明体，体就是明心，就是明心啊。那你最初的根本业，这个根本业是指修行的，不是业障的业。根本业是什么？一时境界。就是《华严经》说一真法界，在一他经论说是真如，真如，趋向真如，真如就是一生境界，根本之业。但是要想这个明心见性，直至成佛，那前头也得有个方便。修信，修解，因为能信得进去，相信自己的心，这个一时境界就是你的根本业。相信心是佛，心跟佛无二无别，心、众生、一切诸佛，这三者就是一个，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心。你先得信，信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唯信能入。解呢，就是明白了。这个解，让我们简单的话，就是明白自己的心，解悟自己的心。是心就是佛，是心是佛，是心成佛。有这么一个信心了，信自己的心就是佛，跟佛无二无别。这就叫菩萨种性。这个信心可不是容易升起的，前头那半步就是拜忏拜的，你才能有这个信心呢。如果你的业障未消，见识烦恼还没断，那你这个信心升不起来。所以你要想最初的根本，一直沾茶散那业报经的修行，地藏菩萨告诉我们所行的根本之业。这个根本之业呢，业是作用业啊，要依着一时境界来信解。信不行还得明白，解是解悟啊，就经过学习信解而后才能去做，做就是修行了，修行才能成道。在你前半部的虽然是业障消除，信解力还不强，还没有发愿我就是佛，佛就是我自己，必须得有这个信心。对，相信自己一定能成佛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佛种子，只要发起现行就行了。信而后能解，解是禅宗所谓的开悟了。